你伫嘉义县的部分，2013年的最后一夜，嘉义县政府伫阿里山火车站举办双节礼展，星空暗会、歌手曾玉佳、猎户座、绝若人生乐团等轮番的演出。你伫暗会当中，有嘉义市消防员卢侃文向嘉义县文管局的公务员女朋友林怡君求婚，伫众人的祝福之下，定下终身，为跨年暗暝带来浪漫的活动高调。绝若人生乐团带来无伴奏 Acapella 的表演方式，组族猎户座也在歌曲世界末日当中以海豚音惊艳全场。迎接2014年，该县政府在12月31日暗时，在阿里山车站广场举办深情礼赞星空晚会。歌手曾玉佳也到场献唱。不过活动最高调是嘉义市消防员吕侃运向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正方式的主任林怡君来求婚。我的生活因你而变化，这991天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丰富了我。就算是牵牵小手，一个抱抱，我都能开心很久，幸福很久。有你，我就觉得全身充满能量，充满勇气。我会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你愿意陪我牵手直到白头吗？妈呀！我要叫人了。林怡君阁笑讲，男朋友若做歹代志，欢迎大家向正方向来检举。都是活动的首创专台，在跨年晚会当中举办着交换礼物。游客王姓小妹妹获得馆长所准备的 iPad Mini 大奖。交换情谊，交换温暖哈！啊，我送出去的哈，绝对是加倍奉还的。12月31日暗时，阿里山温度大约只有5度，但寒冷挡袂住游客上山的意愿热情参与。包括林务局副局长杨宏志、嘉义林管处处长廖一公、阿管处处长陈汉洲，也拢全程参加和民众同欢。西新新闻柯耀宏阿里山乡采访报道。